美女，你钱掉了。哦，谢谢啊。不用，没什么事的话，那我先走了。喂，什么？奶奶的医药费还差20000啊？行，这钱我会想办法的。先这样，挂了。喂，你等一下。怎么了？我包里有50000块钱，现在少了10000，是不是你拿的？我没有啊，我捡起包就还给你了。不是你拿的，还能是谁？你看，还说不是你拿的。这是我刚发的10000块钱工资，拿过来。你个臭农民工，还敢抢是吧？这是我的钱。滚开！牙齿这么黄，嘴巴这么臭，在这给我等着。来，拿着。美女，我是真的没拿你的钱。没拿就没拿。来，盒子拿着。